马太福音第七天，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，胜过试探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受魔鬼试探的经过，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来认识魔鬼如何试探人，并明白我们要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。魔鬼试探我们，使我们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来满足自己。魔鬼试探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即是要耶稣使用他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。但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完成差他来者的功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。得获财的能力是上帝所赐予的，因为他赐给我们各样恩赐，但若单为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使用恩赐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善用上帝所给予的恩赐来建造教会，完成大使命与大诫命，才是神之恩赐的好管家。魔鬼试探我们，使我们想要以神迹性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看顾。魔鬼试探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撒旦将神的话断章取义，引诱耶稣去测试自己的身份。若耶稣照着去行，他便犯罪了，因为圣经明白地禁止人试探神。耶稣行使神迹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，以及为了释放神百姓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不能导果为因，要求神以神迹来证明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信靠和顺服上帝的话语的人就必得保护。魔鬼试探我们，使我们以妥协的方式赢得胜利。魔鬼要求耶稣俯伏拜他，就把世界万国赐给他。若耶稣接受了，就可以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基督信仰与世界的价值观抵触时，会有声音告诉我们，没关系，
先退一步取得他们的认同，这样你就可以朝着你的目标迈进。但这种向罪恶妥协的方式却很容易使我们进入试探，向世界靠拢。但愿我们能学习耶稣，在魔鬼要求我们妥协时，我们能勇敢地对他宣告：我单单敬拜主我的神，我单单侍奉他。从上述中，我们看见耶稣能胜过试探的最重要的秘诀，就是他非常了解神的话语，尊重神的话语，并坚守神的话，所以能以神的话语为武器战胜试探。但愿我们也能明白，唯有神的话语是我们得胜的利器。因此我们愿意追求更了解神的话语，熟练神的话语，最重要的是实践神的话语。如此，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一生都不怀疑你的爱，也不因为追求快速的成功而落入恶者的计谋。导读神的话，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耶稣说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阿们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我也常常要对撒旦说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吧。哦，主啊，撒旦，退我们后面，叫我们单单的只要耶稣基督你在我生命当中掌权作王。是的，主。阿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单单只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掌权作王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可以借着你哦，告诉撒旦说：退我们后面去吧。哦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单单的来敬拜主，单单的要来侍奉主你自己。 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单单的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我要说撒旦退去吧。是，撒旦退去吧。是，撒旦的权势，黑暗的权势，在我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死亡的权利。阿们。因为我们真知道，我们唯一信奉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要单单的来侍奉他。阿们。是的，我的主啊，我就是要单单的来侍奉你，我要来单单的敬拜你。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黑暗权势之下，但是我们就是对自己说：撒旦，退我们后去，退我们后面吧。阿们。因为主，你已经在我生命当中掌权了。阿们。主，谢谢你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了，主，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环境或是困难。主啊，我要告诉这些困难说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主啊，我的生命是要来侍奉你，是要来荣耀你的。 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是要来侍奉你，是要来荣耀你的。主耶稣，从撒旦而来的黑暗权势或是死亡的毒钩都无法撼动我们对你的信心。是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希望，我们在里面有盼望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知道你是那独一的真神。主耶稣，当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来单单的侍奉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要单单的来侍奉你，单单的来敬拜你，因为唯有你就是我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要再次对撒旦说：你退我后面去，不容撒旦的罪恶权势来捆绑我，叫我单单的来侍奉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我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你这位唯一的真神，并且要来荣耀你的名，所以我不害怕所有环境所带来的一切困难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全然的来高举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来全然的高举你，我们要来单单的侍奉你。感谢天父，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